安排啊。OK， 在9月23号呢，我在台北的松山文创区1号仓库会举办我首次的个人售票演唱会，一心多用，真的，一心多用，就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你安排的量很丰富，可不可以小小透露一点点？好的，在这次音乐会当中呢，我会除了演唱自己专辑的歌曲之外，还会唱一点别人的歌。然后同时呢，我们会有一点声光投影的效果，哇，可以让大家听音乐也看音乐。你最近很忙哎，这样子还要再彩排，应该是整个就是很厉害的感觉。不过我知道你有官方网站，其实网站上面都会把一些讯息都 po 上去，欢迎大家。今天如果是新的歌迷，也可以上来按个赞，对不对？对，在那个脸书专页搜寻 SHARA_林艺昕就可以找到了。好，我们的莎拉公主今天特别来到台中跟大家见面。